家好，我是秀厨娘。这两天姐姐他们都回来，我买上两只大鹅，我们回家用铁锅炖大鹅。多少钱一斤？16。16啊哈。哎呦，这是钱上去。两个大鹅一共15斤，然后245块钱，我们这边买还是比较便宜的，16块钱一斤，让卖家给我们杀出来就可以了。给手套。走啥？不要说。好。这牛啊。没有啥判决。我还没开始下手呢，一只已经退出来了。但是我看妈妈好像放了好多洗衣粉啊，放洗衣粉还能吃吗？这个？孩子，你早起来，不能是戴帽上来，你这就是为的好掉帽。哎，老大行，老大能干了这活，快给大姐鼓鼓掌，来，大姐使劲干。那给你们大姐鼓掌一下，戴手套好用点，滚水的吧，把它烫着好不好？来，下冷刀，把大刀烫。哎，别烫手。哎，这还拿那个钢丝球刷？对呀，把这上面这层光皮刷下来，干净。因为你得给它开个膛，以后把它肠道拿出来。我知道，我悬着牙子的。姐，不对呀，你看对不对？人给它打开一开不就行了吗？有拉活呗。里边还有吗？里边还有吗？这就是那个苦蛋，你看了吧？这个不能咬，这吃太苦了。做好的大鹅多清洗几遍，洗去血水，把这个鹅肝哈剪出来，到时候这个鹅肝最后放，把这个水控一控。这锅那么油吗？热锅多加点油。这个鹅大呀，两只鹅。好，那汤啊，油热以后把大鹅放进去。加点老抽上色，大火煮开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炖40分钟。你照照我们，累死我了！我抱着那个大西瓜，来了，那不是，你看那是吗？妈，那你叫妈妈那个声音叫妈妈的了吗？老姨尝尝大鹅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大姐你尝尝这两块有没有好吃？尝一下。嗯，这个火候行，这个还好吃，这肉特别的细嫩，有味儿，有味儿是吧？好吃是吧？